你好，你好，小姐，先生，很，你好，王小姐。 你好，李先生。你好吗？我很好。你，好。您，贵姓？ 我姓叫你好，您贵姓？我姓宋，叫宋丽丽。 你好，你好，您贵姓？我姓怀特，叫珍妮。您贵姓？我姓宋，叫宋丽丽。 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Kevin。你、您、我、他。 先生，小姐，你好，您贵姓？你好，你好，您贵姓？我姓王。 您贵姓？我姓宋，叫宋丽丽。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零、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九、二十。 二十一，三十，三十一，九十九，一百，十一，十一。 二十一，二十一，三十，三十，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零、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一。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 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零一。 吗？很呢，也是英国英国人不哪国？ 人，美国，美国人，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您是英国人吗？ 您是哪国人？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您是英国人吗？不是。 您是哪国人？我是美国人吗？呢？不，中国。 中国人，德国，德国人，日本，日本人，法国，法国人。 西班牙，西班牙人。你是哪国人？我是爱尔兰人。 你好吗？我很好，谢谢。你是英国人吗？我不是英国人。你是哪国人？我是。 爱尔兰人，你是哪国人？我是中国人。妈，你好，你好吗？我姓宋。 你姓宋吗？他叫张华。他叫张华吗？我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吗？ Bu, Bu is, is read a second tone before the fourth tone Wa Xing Chang Wa Bu Xin Zhang Wa Sing Ma 我不姓马，我叫张丽。我不叫张丽。我是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也。 我姓马，我也姓马，我很好，我也很好，我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不姓王。 我也不姓王。你好。谢谢。 不客气。对不起。没关系。再见。 你好，你好，对不起，没关系，再见，再见，谢谢，不客气。 ni hao huan yin ni hao these are the radicals in ni radicals in hao nin radicals 贵姓 radicals in 贵姓 xin radicals in xin radicals in war na radicals gua Bu chung Shi Radicals in Shi Li Xiao Long Li is the surname Xiao Long is the first name. The ten most common surnames in China Li Wang Zhang Liu Chen Yang Zhao Huang Zhou 无你，好，您，贵姓？我，姓。 叫妈，很呢，也英国英国人。 不，哪国人？您好，您贵姓？我姓宋，我叫宋丽丽。 你好，你好，您贵姓？我姓怀特，叫珍妮。您贵姓？我姓宋，叫宋丽丽。你好吗？ 我很好，你呢？您是英国人吗？您是哪国人？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 您是英国人吗？不是。您是哪国人？我是美国人。零，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九。 二十，二十一，三十，三十一，九十九，一百。法国，法国人，德国，德国人。 中国，中国人；日本，日本人；西班牙，西班牙人。老师。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美国人吗？你是哪国人？我十五岁，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美国人吗？你是哪国人？我十五岁，你呢？